我要按随机播放。不是这个。对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谢谢。等我一下啊、哦，我要上传。还要先上传。上传，我们现在在直播的现实动态。我们今天很 free， 大家。进不去，进不去。大家看这样。Live、大家来看他发现实动态。Live， 我现在直播 ，OK。我现在听到我讲话。哎。要怎么分享？我太聪明了。OK OK， 复制连接。想当初的第七名，智力测有第七名，赢的都是输的。你没有 Hello Center。我不要那个，先不要。我不要最后。浪赖。全部人对你发现是。Sorry 大家，我们待会就要开始了。就要开始。OK OK， 我发没办法，因为要先打开才会有连结。对，好，我闭嘴，我闭嘴。哎，这不是那个，这是那个节目的片段。对 ，Hello 大家，大家今天的命运在我们手中。今天的命运在我们手中。这边有大家的座位号码，总共到140号，好多、哦。我们等一下就会一张一张跟你们验证，然后放在我们的一张一张丢掉，一张一张丢掉。我们想从哪里抽就从哪里抽，结果是多一块板子，来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们就一人一张，一到五，六到十。大家把你们的号码喊出来，请祈福别人。一折还是两折？两折，两折，两折。好，请祈福别人在第一排。你们知道，越嘲笑别人，就会越容易得到报应在自己身上。哈哈，比尔盖茨。先给他们看。哎，对，这个是16到20。对，先把你们想要先苦后甘。还是先把坏的先抽完再抽好的，还是要先抽好的。48号就是好数字吧，不好说，如果是你抽到的话。那我比我大30。嘿，哈哈，爱迪生怎么那么聪明啊？你今天很像天线宝宝。30。明白。我是喇喇。30。我刚给他们看了，我今天是白衬衫加粉加下班。我昨天早到凌晨2点。为什么你把它带去哪里了？没有，我不知道穿什么，然后就问姐姐，姐姐林佳你穿什么？她说她穿那个生日图的照片。我就想说你应该也会问说姐姐，然后姐姐说还是你就穿那个生日图的照片。我说可是那是短袖，会不会冷死？它其实这个有点透风，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。是蛮透的。同色系，对，同色系。我们那个生日会的衣服也已经买好了。嗯。买好了，等待，希望大家那天可以拍出好的照片。蛮多的。这次多了40个人是吗？嗯。上次是100而已。100的座位，这次是140，不一样的场地，不一样的惊喜。生日会是什么颜色的衣服？猜猜看，猜猜看，彩色。哇，你穿，很适合你。期待东西顺利举办。对，这是第一次去那边，完全不知道多大。上次那个尾牙威刚在台大，在同一个地方、嗯。我那天有看到后台，哦，我没看到。对，听说在2楼，是不是？嗯，有的人说那个地方很容易迷路，大概是迷路啊，就不要去，就第一排的迷路到最后。我们大家早点出门就不会来不及进场，不要像上次一样，有的人迟到，然后全场的人就知道他迟到。真假的哦，好像有这个故事在。哎，已经到91了，在2楼。
原来就在那儿。怎么迷路？我不知道。有人说那里很大，很容易迷路。我记得那次我们好像要先彩排，然后 Mina 好像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哦。姐姐还一直在在这边。真好笑。后来有去过一次。Mina 奔跑，奔跑吧仓鼠。后台有去过哦，因为阿贝桑也在后台。对，大家如果不知道后台长怎样，可以去看他的 YouTube。新生南路跟新生，应该那边坐公车也蛮方便的吧？姐，你是不是想要关掉直播？姐，你是不是想下班了？哦，我们快结束了。对。大家有认真在看我们的数字有没有正确吗？我们没有认真在看。我没没，我真的没有。我就是拿起来，然后可能有，看到折起来，可能有两张126到130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可能少了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多了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最惨就一起迷路啊！110，没有没有，你看他们都没有。哎，那你们等一下没有抽到就不要怪我们，你们自己没有检查。抽到同样号码去跟他们吵架。最后一家，最后一家，都在看你，好哦。最后抽出来抓到，就直接扣薪水。是扣你们自己就好了。我们都有先亮过。又来一次，你要从哪一个开始抽？嗯。我们没撕，我把这撕掉了。撕了，撕了，撕了，撕了。啊，是撕掉的，因为这里是透明的。第七名，第七名，第七名，那是第七抽啊。第七抽给你抽，第七抽吗？这是第七抽，第七抽。什么？哎，你们直接跑。他骂你，他骂你。记起来，记起来。来，你们猜猜这是多少？嗯，你要公布。来哦，第七抽的座位五，哎，是一一到一一五，一到一五，居然直接开始了，我们是很有效率，我们是效率组的，不好，这是第七抽，新的一年要有效率，大家，当年书法哭啊，谁啊哭，第七抽算好的了吧，算前面的吧，这到28哎。28，你有想过28的人吗？你有想过28的人的心情吗？要不要跟他换一下？好，那换我。你要抽第几分？你要抽第几名？现在，现在7.09分，7+9，16。16。16抽。哦。哦哦，是我。最后一张放进去的16，第16抽是136到140号的朋友们，我来我来，有没有人忘记填问卷？是不是很多人？那就直接变第28了，我救不了你哦。那来抽个17好了，17岁了，我还没有想过我已经17岁这件事情。一堆一堆没有。没有填问卷，你要抽什么？17对，17岁的17抽，对，第17抽来了，也是五结尾，开票，噔噔噔噔，21到25，21到25，第17抽的朋友们，会不会抽到很后面，然后恨我？不会啦，我想想哦，那我不要走心。那我20岁啊，20抽，真的想不出来你那么大哎、欸，20抽，噔噔噔噔噔，哼，36到40号，恭喜，20抽，我刚刚是136到140号，多了一。我要把前十留到最后。对吧？我觉得第一跟最后抽留到最后应该蛮刺激的。想想，你说天堂跟地狱的差吗？对啊。
还要抽什么、啊？十一好了。十一号。十一。十一抽。他现在往后丢，然后看哪一个会粘住，不是、啊？粘拿不下。好了，就这个。来到第十一抽，是哪位朋友呢？十一抽，十一抽。哎、欸，零结尾。哎，一一六到一二零。留天堂跟地狱，反正你一定上天堂。你们说的吗？要留天堂跟地狱吗？快点，快祈福！还没抽到的人去第二十八抽，没有啊，没那么坏。今天没来看直播的人，应该就要坐后排。那我就二十五，我想要抽二十五排的人是谁？算后面咯。第二十五抽，我现在真的是第二十五抽是噔噔噔噔噔噔，五十一到五十五，五十一到五十五，二十，有没有已经是吗？还是已经结束了？我刚刚说二十来了，二五。有没有已经结束的朋友们？几率不太好。好了啦，五。啊，看有没有特效，换特效。要太阳天线不关特效。来抽个一半好了，十四。十四。十四排的朋友们。好，第十四抽。十四抽。第十四抽是。三十一到三十五，三十一到三十五。刚刚大家喊的数字我都没有看到，我也没看到。该把前面的数字也抽抽了，一到十号都还没出现。我要十九抽，十九抽。出来了，就你了。就决定是你了，跳船。噔噔，十九抽，九十一到九十五，二号还活着。哦，你是二号，你是二号啊？那二号没有，没事。二号算命运喽。他只要先撑过这一波，最后就会有很多前面的位置。等一下，你刚是十九，那我十八号了。不看了，不看了。不看了，太难过了，赶快结束，赶快下去。哎，他卡在有什么？那就这样。哦，哦，哦，谁说刚是二号的？哦，哦，一到五号，第十八，十八抽，恭喜哦！喊到你的号码就出现了。哦、我想要抽第二抽，第二抽那么前面，那么刺激。第二抽，两张。第二抽，现在目前最幸运的一张，九十六到一百，九十六到一百，有谁是九十六到一百？恭喜，蛮前面的。很全面，可以拿着爆米花了。好，那我想想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要坐前面。就说不要乱说话。等一下还有什么？坐边边也蛮开心的吧。嗯。八好了，我喜欢八。八，八八八，八八八八嘞，差一点。哦，第八嘛，哦，请问有在场的朋友们吗？106到110号，99号有99号，99号在第二抽，什么声音？螺丝，什么声音？刚刚有点太闷了。第22抽，哦，对。
们怕后面的人太寂寞，我们要先找点人去陪他。后面是蛮寂寞，蛮空的，中间有点温暖。噔噔，22抽，22抽，16到20号，16到20号，然后最后第二抽可以开始一下。他的意思是说27吗？有，哭啊！被你看到了，谁哭啊？坤坤，刚刚的声音，请问是有新来的经纪哥哥吗？我在，其实有一个隐藏的人站在那边了。没有，其实是第二个我啦，我有个双胞胎妹妹了。骑个车就死了，请问你到底有几个座位？下一个要抽哪里？一样后面的好了。嗯，18、27，倒数第二，因为第二有了嘛，倒数第二。要紧张了吗？要紧张了吗？倒数第二，27哦。第27抽。究竟会是哪一位朋友呢？亮灯，121到125号 ，yes， 恭喜恭喜你坐在27排，27抽，每次抽到后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我不是第一个，不会，说不定你坐在很后面，还是可能会拿到奖品。对啊，就是可能会抽好不好？我们就在那边出现，没有来。然后我先拿嘞。你要抽哪一个？你要抽哪一个？想一下哦，那第5抽。第五抽，哎，蛮前面，也是蛮前面。56到60号。56到60号。分3排，没有没有，那个是抽，所以不知道他怎么。哦，他是3排3排坐吗？到时候会再看现场安排。哦，然后看这个数字决定优先。谢01，请谢我吧，现在。现在，欢迎女王驾驶，现在。来什么？嗯，再来第4抽。OK。祈祷一下，第四抽是哪？是3位数的朋友们，131到135，第4抽，我们量身上13个，然后把中间全抽一抽，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他说：“姐姐说先把中间抽一抽。”那我先13好了，13抽，我们先把中间的抽一抽。哦，加加，3位数，101到105，101到105的各位，你们在中间，中间的前面一排，中间前面一排，中间的前面，中上中上。好，那我抽15好了。中下一排，你来吧。哦，2位，你要戴望远镜吗？太小了，我们等下会拿过来。先换个86到90，第15抽，记得要先换一下眼镜，当天眼视力才不会太差。12吗？我吗？对对对，是他。我是12。第12抽，第12抽，46到50，46到50，谢您13抽的部分，你是13抽，哎，中间的朋友们，中间朋友们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剩下10个位，1、2、3，不用参加战场了，8、9、10，那我来后面一点点，26，先把后面取暖组。放满，26抽，76到80，76到80，21是最前排的，什么意思？
最前排的话应该就是这样，第一抽的人，然后第二抽的人，第三抽的人，这样排下去。对，会从这边的位置这样轮下去，到后面去，对，轮下去。那我的话呢？谢谢你的十五抽。第九抽。第九抽的朋友是26到30号。嗯，蛮前面的。第九抽。哈。那 AKB 一起吃围炉。吃年菜，我也想吃年菜。你考虑一下。你会不会睡到过年啊？我也想啊，我也想，过年要吃饱睡饱。对，我会睡到。下次让梦成真，有好料要找我。因为很多人在排队。姐要，姐我也要。现在在这边，大家都有听到。对，我们有排队，我们有排队。下一次应该要有我们。我们是公然排队。我来抽24。我赶紧抽出来。24嘛，哦。是126到130，126到130的朋友，啊、你要怎么？你有没有踩到这个裙子？先预约好吃的浪梦节目吗？对，姐，我想要吃烤肉。姐，不要回避我们的视线。姐，转回来，不要抽来抽。那我抽第六好了。第六抽，666，666大顺，666，真的也是6到10，666，恭喜六，仙气直接被踩掉，才没有嘞，太刚好了吧，对、啊，太刚好了吧，有什么？23。最后一排的朋友们快要挤满了，23吗？对，想让你们看到吗？看不到。81到85，大家都谢谢林一的神之手，因为我是从后面的。那我抽21，然后你抽一个前面。21哦，我现在要抽21哦，你们的命运在我手中。噔噔，这是十位数，11到15号。那你抽的是号码多少小？11到15号，是这个21抽，我们把尾巴留下来喽。那我抽个3。刺激一点，3哦，第三抽，可以好好聊半个小时，不要这样，大家不要放弃自己，搞不好我们等一下撕下来，然后又乱贴，乱说的，我们自己决定，请贿赂我们，没有啦，第3抽，哦，我刚想说什么东西，99，我刚拿这样子就变99，想说99不在上面了，是66到70。第3抽，恭喜！哎，怎么有3张？啊，3张对。那我就抽10抽喽。我们说好的把钱跟尾留下。对。唯一张是在你手上的。没事。我要掉下来的。第10抽，61到65号。61到65号。哇，紧张了！我们要剪到头部吗？谁要抽第一抽，谁抽最后抽？我觉得我们就随便贴，先贴上去。好，那我们先一人拿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输的那个是最后一排。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我输，我是抽28的哦。好，我们要一起开奖吗？你是第一抽，我是28抽。哦，谁还没出现呢？快点，快点，谁还没出现？现在还有谁没出现？赶快出来！快点出来！
我们来看看有谁的命运在我们手上。我们两个的尾数都一样。你抽我，你还没出现哦 哦, 哦，直接贴上去吗？你们确定哦？那我们要直接贴了哦，直接贴吧。好，直接贴。也算。71-75，41-45，我们可以拆下来。有没有大家抽到第一排的？先看第一张。哇，黑哦，快不见了！彩排结束了，来正式吧。心脏不行了，第一排贴完了。第一排是41-45，第二排是96-100。大家有没有看到的吗？第三，赶快截图，对，赶快截图。为什么我在你旁边那么黑啊？我也很黑啊，超黑的，是不是那么太亮？太亮。耶，那个不见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，谢谢你，你参抽不后面的。后面的朋友们。我可没说什么。第一在前面。71-75的朋友在吗？要难过。搞不好我们就坐在你的位置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最后一排，最后装饰。最后一排不是可以就是好好拍照，好好拍前面的人。没有人想要截图，没关系，你们还是要进来的，你们还是要进来，不然你们就都不要进来，你们就都在外面看。没有啊，搞不好没有填问卷的人，然后就换去前面一点。对啊，就稍微聊一下。稍微聊一下，算是1月29，下个礼拜吗？下个礼拜日，对，下个礼拜六，就是我们的2022第一场生日会，然后隔天就开始可以准备过年了。对对对，超快，差不多就可以过年了，这样子。很多人都回去哎、欸，哦，谢谢啾啾你哦。对，然后这个礼拜六日就是3周年演唱会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还没准备好。我也还没。我还没有实感，还没有实感，现在已经是一月的下半个月了。对呀、啊，今天19。我就想说一月好像快结束了，但又好像还没，但又快结束了。嗯，对，3周年结束之后，一月就快结束了。对。嗯。今天是摩羯的最后一天，摩羯座的最后一天，然后要水瓶了，再来就是摩羯。对，要准备啊，要准备手灯啊，应援物啊，然后票要记得带，口罩要记得带啊，酒精记得带，口罩一定要记得带，口罩一定要记得带哦，不然你就进不去哦。票也要带哦，票也要带。那如果你没有现场的票，也可以买线上票，线上像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带，带个。电脑去看就好了，带网路。本来是准备好的东西，不好说啊，有的人就是忘记啊，可能出门的时候啊，票忘了带，啊，身份证忘记带，哎，会员卡忘记带，啊，身份证忘记带，啊，悠游卡忘记带，眼镜忘记带，钥匙忘记带，忘记带银眼，手机忘记带，我们到底要忘记什么？充电器忘记带，记得带什么？头发忘记带。头发骨折，什么有带？什么带？什么带了？不知道，然后什么都没带。不用带会员卡。大家记得买我的新的周边，记得买我们的新的周边，有胸章，胸章还有那个 T 恤，纪念 T 恤，还有那个毛巾，毛巾对，毛巾上面不是有那个很多印签名吗？就是大家的签，有些人的签名是新的版本。对，我那时候在看，我想说这个是谁？认不出来。大家可以买来猜猜看。
但我没有改。但到现在还是很多人都认不出来是谁。我下面就写一个零一，啊，如果不知道那个零一是谁的话，就我也没有办法，我都写了零一了，搜寻一下，成分的数量不可以透露哦，你们来排队就知道了，来抢啊！可是一个人只能买两个胸章，嗯，胸章，然后毛巾是各一，毛巾跟身跟 T 恤是各一，然后买 T 恤的话嘛，我们也会穿，然后一起宣传。你们就可以跟我们获得同款。跟我一起获得同款的例子，什么意思？一起获得同款，可以获得同款。是我画的，大家应该要买一下吧？对啊，应该要支持一下吧？为什么不支持？T 恤没有 L 的，为什么没有 L 的？为什么没有 L 的？那减肥吧，然后就吃胖一点，看你们想要减肥还是吃胖一点。然后你可以买 XL 啊， XL 布料比较多，就比较不会有亏钱的感觉。就像鞋子买大一点，好像就比较。去年收到的零一千就没有写，没有写零一，那可能是意外吧。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写，我后来才开始写。但是因为怕有人不知道我的签名长怎样，然后我有时候会写我的名字在上面。但因为你知道吗，迎新的心太难写，很多字，所以我后来才写的零一。我的应该也很好认吧，应该应该。这是抄袭。医生写法，医生就这样，都乱画。就是这样一条这样。33分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差不多结束了。对啊，时间蛮快的。我们请大家再回顾一下大家的座位在哪里。我在帮助你。你是可以啊。嗯、有吧？大家的座位。那我们就29号。当天见，请大家期待我们当天的生日会。大家东西都要带哦。对，希望大家会满意呢我们的编排。对。不是一个小时。没有啊，我们新的一年新的开始。我们效率组的好不好？现在不一样的效率组的。反正大家最重要的不就是看自己在哪里吗？們你们确定你们有想要看我们在这边闲聊？反正我们平常都会直播，你什么时候直播？我明天会直播，明天可以来看我直播好吗？这把我播完了，播完了，播完了就下礼拜。对，下礼拜。每个礼拜都有。这微笑好恐怖。不，什么什么微笑？我们说请期待我们的编排，我们没有说会让你们惩罚之类的。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说，说不定是很出力这样子。对，当天就会知道，下个礼拜六，请准备好你们的生日礼物送我们。迟到的人经常步道跳跳绳50下，超坏，超痛的。好的，那我就跟大家说拜拜，大家早点去吃晚餐。我真的好黑啊！往前就不会黑了，往前因为往前有光，嗯、往上就有光。什么画面？现在不早了吧？7点不一定要有人7点才开始吃晚餐。我已经吃完了、哦。好吧，我还没吃。晚安，拜拜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希望有人满意你们的座位，不管坐哪里都是有机会的，好吗？都是天注定。对，从现在开始做好事。对。對，扶老奶奶之类的，拜拜啦大家，礼拜六日见喽。姐姐没有按到，对，姐姐加油，手指，哎、欸，姐姐，我在等，等，拜拜大家，3周年。